欢迎，请问啊 ，K 四。哎，好多好多 fans 喎 ，K 四你，几大声支持你。啊，咁我哋俾少时间俾阿 K 四啊嘛 ，send 下嘢先啊。咁就係啦，咁啊咁我哋都想都知道啦，咁啊跟住阿 Case 咧就將會為我哋咁啊帶嚟幾隻歌啦，咁其中有啲都會係自彈自唱嘅。多謝你介紹我。係啦，咁啊 Case， 我將個時間就交俾把聲特別靚嘅。我係咪？係，多謝你。咁啊，好開心今日又可以嚟到美麗華呢度唱歌啦。其實咧，喺美麗華呢個 busking 呢一個活動啊，已經唔係第一次搞噶啦。即係如果之前有嚟過睇嘅朋友仔都知道，幾個月前咁樣已經係有呢一件事發生。咁其實當其時咧，我係都有參與喺當中嘅。咁啊，隔咗幾個月再嚟唱咧，都仍然係好開心、好期待嘅。咁啊，今日帶咗幾隻歌嚟到呢一度，我都好想講少少嘢先啊！喺唱之前，我唔知道音樂對於大家嚟講係啲乜嘢咧？對於我自己嚟講啦嚇，我覺得係一個抒發嚟嘅，有時好得意，可能你係想解下悶、唱下歌咁，但亦都有啲情況可能係一啲環境或者一啲氣氛。或者一啲遇到一啲事情，令到你覺得好似啊，好似好唔開心，有啲嘢好想抒發咧。有啲時候你係好似講係表達唔到啊，或者好似嗰個情緒好似未 express 到咁樣。但係對於我嚟講咧，音樂就係一樣有咁樣嘅能力，可以表達到自己內心嘅嘢嚟嘅。有時好得意，你一啲感受係你就算由頭講到落尾講一次，你俾個朋友聽，都好似都。唔夠喉，好似即點解仲係硬係未抒發到嗰個情感？但係唱完一首歌之後咧，有時都會好似啊，彷彿係啊鬆咗口氣，叫做將心裏面嗰種感覺去叫做講咗一講咁樣。咁譬如好似跟住落嚟第一首我會唱嘅歌咧，其實係青春常駐啦。我自己個人其實都係嗰啲咧，好似啲詩人咁咧，有時候有種傷春悲秋嘅感覺啊！我成日都係一諗起，哇！人生好似好變幻無常，有好多嘢都係我哋捉唔緊。我係嗰啲咧，好怕失去，或者好怕諗起啊一啲事情好似要過去啦，我捉唔住啊嗰種感覺嘅人嚟嘅。咁但係又點咧？面對住生命，面對住成長，我哋都係要經歷呢一切。咁當我心裏面屈住呢一種想法，唔知點樣去排解嘅時候咧，我就唯有去唱下歌。咁其中當中呢一首歌咧，就係陪伴我去抒發下呢一種有時都會有啲啲害怕成長、害怕失去嘅一種感覺嘅歌，《青春常駐》。叮當可否不要老，伴我唱歌。性子可否不要老，伴我倾吐。孩子，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，却想用味道去回抗定数。偶像全部也不懂。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，为何在游泊里在游湖里突然变老后，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，你又以我睡祈求旧人默睡，旧情默醉，别随便老去。时光这个坏人，偏却拒绝如去，能留耐些也不许。
常散步，人生反反复复走到这段路，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。那段年月有多好，怎么以后碰不到？那些已白发的，就如在无声的控诉，为何在游荡里，在游湖里？抒发一啲面对成长或者面对啊，总系有啲嘢系要过去噶啦嘅一种抒发下自己情感嘅歌。咁跟住第二首歌咧，就开心翻啲啲啦。咁呢首其实系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嘅一首歌嚟噶啦，因为一首经典歌。咁但系我自己好中意啦，叫做《陪着你走》，因为我谂人喺一生里面总系会好想寻觅到一啲。未必一個嘅，即係要你諗情人咪一個咯。但喺我心裏面，我覺得揾到一班或者生命裏面好重要、好愛錫你嘅人，去陪你一齊行呢條人生路，都係好值得、好開心。係，陪著你走。
即係自彈自唱一兩首歌咁樣啦，因為我想講，我平時喺屋企咧，喺自己間房咧就係咁噶啦。我屋企咧個琴係放喺我間房嗰度嘅，咁啊，所以周不時，無論係瞓醒覺啊，或者沖完個涼啊，或任何時候咧，突然之間想抒發一下、表達一下情感咧，我就會躝咗去我部琴前面咧去唱一下歌咁樣。咁但係今日咧難得嚟到呢度咧，我哋後面有好勞苦功高一班。咁出色嘅音樂人喺度，我梗係冇蝕啦呢個機會係嘛，所以我點都要咧揾一首歌咧，係要 enjoy 下，同佢哋一齊玩下嘅咁樣。咁啊，我都想用 mic stand 喎呢首歌，可唔可以 set 個 mic stand 俾我？咁跟住落嚟呢首歌係咩歌呢？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呢套戲啊？係一個電影。Yeah.
謝文雅真係人靚聲甜，把個熱氣，好多謝你啊，為我哋。